2017年新年伊始，文斯坦国际影业公司宣布了为动画电影《小门神》国际版配音的全明星阵容。2016年元旦在国内上映的《小门神》，作为一部合家欢式的动画电影，以其质量上乘的制作，收获了不错的口碑。去年五月，文斯坦曾宣布配音阵容已确定：梅丽尔·斯特里普、妮可·基德曼、梅尔·布鲁克斯等好莱坞明星。本次宣布新加盟小门神配音的包括曾获奥斯卡提名的爱德华诺顿、喜剧明星吉姆加菲根、影视和乐坛新星贝拉索恩以及迈克比尔比利亚和兰达尔普。这次的小门神国际版中还增加了重头角色故事讲述者，由近期获得金球奖终身成就奖的梅丽尔斯特里普担纲配音。斯特里普同时在剧中为外婆配音，让小门神国际版大为增色，令人期待。